从近期我们参与的演练、合练来看，我们的人员技战术水平得到了锤炼提升，装备性能得到了有效检验，5架直升机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，落地位置也越来越精准。1比1全系统演练啊，主要是舱内1件1保、舱旁1件1保以及载体内1件1保，全流程、全要素、全岗位的合练。经过这次合练和验证，我们达到了既定目的，